为了一张嘴跑断两条腿，早上就走来到嘉义的民雄，要吃一碗卤肉饭。有得过奖了，但是还是要重评一次就对了。我是为着经济部的卤肉饭车来做评审。鲤鱼甲烫的菜，阿毛，好干。平常的往来啊，甲迄个东石沿海迄个熟啊，好吃哦。在地食材啊。阿娘，我看下平常的往来安怎好？来，要捞一下，看看。捞起来给我们看一下。小心，小心。哦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哦，好香，往来，这平常往来有啥特色？往来是红头青的，往来上好食。我是红头青的哦，了解。毛猪皮。啊，伊个吼，伊往来真香吼，伊在做伊往来豆汁嘛吼。放便当上面去。哦，是。吃个啥吧？稍微讲一下。拢切角的，拢切角的。拢切角的。系啊系啊。啊，三层，系三层，吼。三层。系啊，切角，切角的物件较靠边。好吃哦。那加巴士。我从就第一日就包伊。这是三层的部分，三层，哦，这三层的部分，是哦，起来吃的，肉丝是用三层来切肉夹，哦，成本粗，原来头家本来是开在嘉义市中山路，点四碗啊。哦，算我。对啊，还佫一个这个什么？鱼刀。鱼刀啊。咱食上多啦。有好的卤肉，阿妈有好的饭，所以我有兴趣要看看伊用啥秘密。嘉兴牌寿司米啊，哦，啊，你是们蓬莱币的那个鸡柳，还是好，很浓厚啊，怪好吃啦，吼。寿司，啊，太重要，吼。这野菜上营养的啊。哦，这野菜，哦。这野菜上营养，野菜。那个他们是做阿爸做安尼的，如何吃？不是，我有特制的酱料。哦，有特制的酱料。这农业时代吼，迄个牛奶无遐方便的时，食牛奶我爱用这个哇，野菜炒地啊。是啊，啊这过以后，啊这是五味鱿鱼啊，啊五味鱿鱼，五味鱿鱼，赞赞赞，啊这是咱的沙白鱼刀，蓬莱沙白鱼，啊这是在地食材啦，赞赞赞。不是说奇怪，你原来不是伫嘉义区的中山路吗？系啊，啊来做来遮做，啊即摆买厝买遮，系啊，买伫平阳，即间厝系家己的。啊！你现在唔家己住，唔做要走去平阳住？嗯，啊，即摆买厝啊，囡仔大汉啦，啊，唔肯养租厝啊。哦，所以即摆是讲来平阳遮做，诶，唔免去甲家己较无闲，免去其他较无闲安尼啊。啊，我故乡嘛是遮啦。啊，你故乡嘛是遮嘛？是遮啦，故乡是遮啦。哦，啊，来遮生意啊，含迄个家己市嘛是有差，但是生活较好啦。即边遮无市内遐尔人遐济，啊，毋过吼，啊，就是即摆这年纪嘛是安那退休安尼吼，哪做安尼啦？哦，是哦，是是是。啊，因为我人家吼，我做久啊，三一年啊，人家拢知影，系啊。家己市的人家敢知？知啊，拢会伊遐来来遐食啊。啊，是哦，安尼哦，我也无爱做，人家拢利用。啊，所以真真念旧就对啊啦。系啦系啦系啦，好。因为我的东西都比较健康的，好，谢谢。原味的啦。